好，我是大儿。哎，我们最近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最近一个很红的游戏，叫做“蔬果愤怒 PK”， 愤怒蔬果，愤怒水果，水果啦。它有蔬菜啊。对啊，它上面。大龙妹。完了，我觉得他会输。反正规则好像就是我们要用很愤怒的语气讲出一些蔬菜水果的名字，然后不能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试玩看看。所以我们光看对方脸十秒，我们跟全力找到我笑。你会输啊？谁先啊？剪刀石头布，赢就先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先笑完。快点啦！N 3可以台语。N 3什么？香菜啊，香菜啊。可以台语好。香菇。杏鲍菇。玉米。香蕉。苹果。火龙果。莲雾。奶鸡。芒果，我想不到。当鹅，地瓜叶，你擦屁呀、啊！你擦屁什么啦？他输了，因为你喷饼干屑，我觉得有点可怕，我怕你喷到。不要喷饼干屑，好不好？卫生啊！我不吃饼干。你刚那个地瓜叶，哦，再一次，要再一次吗？最后一次。好，大家觉得算了，不要问你们，你们也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我们吗？智障小孩，你要问什么？没事，你问，我想知道。大家觉得谁会赢？我在问什么智障问题？快点啦！我先啊，木薯芽，小黄瓜，大黄瓜，菠菜，白萝卜，红萝卜，胡萝卜，我又赢了！等一下，这游戏好难啊！谢谢大家收看，他停不下来，他今天没有办法做 ending 了。喜欢我们要记得订阅我们、追踪、好按赞哦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都会回复的。大耳崩溃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